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是一个大家庭。虽然感受不到，就是像家里，虽然不能说是，感受不到那个家里的温馨，但是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同学们对自己的一些关心啊，嗯，还有同学们的热情。对对对，很暖心的感觉。那你呢？因为我家在沈阳嘛，但是就是第一次出来，然后离家这么远，嗯，也会想家。然后昨天就很想父母，然后又说激动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有那么多同学和你一起过，一定会特别开心的。我相信呢，今天晚上你们也一定会过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。好了，现在你们赶紧回去训练，然后加紧努力，好吗？我们接下来呢，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女生寝室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的采访这几个女兵，看看她们今天有什么感想。那我要问一下大家，今天的感想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呢？累。这边同学回答一下。还是累。非常累。为什么累呢？先发表一下见解，为什么累？因为我要站军姿。站军姿最累是吗？对。不让动。不让动，全身哪最累？全身哪个？脚是最累的。我们知道，看见啊，好几个同学都在泡脚，是吧？脚后跟最累，为什么？就站军姿的时候站的是屈的，鞋不好。大人姐还特薄，特薄的，肯定是热的时候太热了，中午太热是吧？哎，有可能说你们是不是特想穿上像这种就是普通的那种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们评价一下你们的衣服吧，觉得这军训服怎么样？帅。挺帅的，挺漂亮的，挺漂亮的，挺好的。就你们穿上是不是那种特自豪、特军人的感觉？是，咱都拍挺多照片发家去的，对吧？对，嗯。给自己大腕传过去。嗯，对，我也觉得是，都留个纪念了，对不对？都抹防晒霜了吧？抹了。那感觉大家黑了吗？感觉没啥用，还是一半脸黑了。黑了一半脸。叫完这边，叫那边。自己在家自己过中秋节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是这样吗？特别特别想呢，特别想。哎，那你用成都话说两句祝福的话呗，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大家团团圆圆，家庭和和美美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来，再用那个普通话说一遍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团团圆圆，家庭和和美美。嗯，好。那今天晚上有没有打算和怎么过呀？就是和同学闹闹嗑呀，那个做做游戏呀，然后跟大家像一个家庭似的，那么聚在一起，吃吃月饼，赏赏月，然后谈谈心啊什么的。你们连队还挺有意思的吧？啊，是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咱们高分组的班上都挺有意思的。好，那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好啦，然后就回去训练吧，待会儿你教官来训训了。啊，行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是10:20，我们也结束了今天我们的采访。总体说来呢，今天觉得这些小孩子们呢，还是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的。虽然已经是第三天了，太阳非常炎热，我们看得出来，那么一天一天晒，皮肤也变得越来越黑，但是他们的情绪呢却越来越高涨。我也希望呢，他们将这种情绪保持着下去，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，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最后的大会操。谢谢。